不，暖阳在直播，他正在直播。我看这个应该没问题吧？只是看一下，毕竟一个公司的人。这玩的太难吗？我靠！什么情况？大招有技能好像可以鲨鱼沉底，一打二反杀一个。确实，我真的不知道呢。算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哥们，王者都星耀了，绝活哥，我是绝活哥。主播玩小学生英雄，给你们提示一下，扣一。主播玩扣一的英雄，英雄很简单啊，不太需要太多操作，意识到位就行。扣一送地狱火，是的，直接送。跳棍很简单呀，随便跳。主播跳棍贼帅。